侯爷，侯爷就把那十一枚娶进门吧。刘义正也是太医院最好的大夫，还能找个什么样的呀？侯爷一定对我很失望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说这些？否则侯爷怎么明明知道我中意的是江白的女儿，却偏偏要定江松的女儿？江白在朝为官，江松只是个教书先生。此事非你所想，春可是我孩儿，我岂能害他？我忽然想起我刚嫁进徐家的那一天，我坐在屋里盖着红盖头，既欢喜又紧张。我们怎会变得如今这般？是我忙于战事，疏忽了你。不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不争气，没办法再和你好好的走下去了。侯爷，自从嫁到侯府，我是真心想做好徐家的媳妇，你的好妻子，但是我愚钝，什么都做不好。侯爷，你别怪我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夫妻一场，我就再为主。求侯爷一件事。你说。待我死后，主客没人照顾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侯爷，侯爷就把那十一枚娶进门吧。你十一枚年纪尚轻，嫁与我当即是不合适，不要耽误了他。怎么会耽误他？侯爷，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不过了。侯爷若是不答应，我便是化为灰尘也不得安宁。求您了，求您了，侯爷，答应我好吗？答应我。只要他愿意，我便娶她为妻。求你一定要给他体面，让他能够在徐家代替我照顾主。太夫人，元娘她……别太着急，她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你赶快去看看她吧。快去吧。这边，这边。走。
已经答应娶十一娘了。娘，我想见见忠哥。好，是，忠哥，娘，你别哭，忠哥还小，他会害怕的。忠哥，想不想听娘唱歌呀？嗯，想。一只鸡儿会飞，三个铜板买来的，四川带来的，五颜六色的鸡。我一定会照顾好春哥的。